看看我妈又在网上买的啥宝贝，一个大锅，不是大锅，那是啥呀？小锅，你粥的锅能有多大？哦，那水舀子呢？大锅，整这么大箱子？饭啊，多少钱这个？这个120元。干啥？做啥？做粥、炒菜都行。啊，电热的。对，插电的吗？嗯。我上你大舅那儿，你大舅买一个，我感觉还行，挺好的。正好赶到看那顶上赶了减价，要不这是130多的。啊，你花了？大舅买那个就130多，我花了100几。啊，便宜了呗。嗯呐，这还带一个这个，你看，他就两个人做饭，其实正好。行。你这放哪呀？也没地方放啊。这家伙，嗯，这个瞅着挺好，嗯，像漏勺似的。漏勺。嗯。它还能蒸东西啊？嗯，它可以蒸干了，然后可以炸，还可以炸东西，还可以炒菜。啊。完了，可以煮粥。行。这个就是煮粥，你煮粥的时候不用搁了。它不糊底呀，瞅着质量也行啊，塑料也挺显得硬的。这还有张天给邮回来的腊肠，我们这边很少吃这个东西。还有我对象从那个青岛邮过来的这个纸扎，这怎么都配好料了？这是我从那个超市买的，它配好的，啥都有，这里头豆。哦，像八宝粥似的。这家伙，现在啥都这么高级了。嗯。试试呗，哈。嗯。还行。你觉得插座有点太高了。应该有养生粥。这个不是养生粥吗？对，你得摁到那个地方。摁那个养生粥呢？摁别的呢？调节。对，它是不是得那个什么摁那个？这插排应该落一下位置。嗯。你干啥，小佩？你那爪子干净没？就往身上。上水鹅吧，多好。一会儿尝尝味道怎么样？瞅着还行。